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王一博这热搜体质无敌了，片场扎着马尾辫，脚上滑着滑板，名副其实的滑板爱好者。最近有匪的片场花絮曝光，王一博片场休息期间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也被镜头记录了下来。有匪拍摄的过程当中，王一博正好参加了一档宣传滑板类的节目《极限青春》，从中呢，王一博认识了不少的滑手，顺带着学习了不少滑板类的技巧，更是成为了一名滑板爱好者。众所周知啊，在此期间王一博所到之处板不离身的状态，无论是机场还是片场的酒店地方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带着滑板的身影。在有匪的拍摄过程当中，只要有空档时间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玩滑板的身影，哪怕是带着妆，头上也扎着马尾辫，身穿现代装，依旧阻挡不了他对于滑板的痴迷和热情，一直都在穿梭中做着各种的技巧，果然是将热爱发挥到极致的一个男孩。在这份执着和专注确实是让人挺喜欢的，顺带着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整个剧组，很多剧组工作人员因为王一博的原因都开始学习起来滑板了，难怪能够成为滑板运动推广大使，名副其实的形象大使，负责还敬业。话说王一博的古装扮相确实有点惊艳，干净还清透，眼睛很灵动，他的眼部轮廓在有匪当中完全显露出来了，确实是骨相好啊。不知道为何王一博的粉丝却重点从来都不放在样貌之上，反而总会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来赞美，着实让人意外。就比如王一博在剧中的一个侧颜，真是下颚像好美的既视感，结果呢，粉丝们弹幕满屏都是披风一出，为何耳朵红了呢？不是怕冷吗？耳朵冻坏了吧？是不是感觉很无奈呢？还有王一博扎着马尾，在片场休息的期间玩滑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努力滑的身影，粉丝们看的竟然是王一博出丑，跟他那无处安放的大长腿。王一博本身就是骨架偏瘦的类型，从小就跳舞，自然的腿型好看了，也不用这么紧盯着腿吧。羡慕就羡慕呗，一群人都看着他滑着滑板出丑之后呢，又笑开了花，顺带着有妈粉心态上线，哎呦孩子不要摔着了，受伤了可不好呀，精分呢也真是只有你们了。看王一博玩滑板两眼直冒光，以为是在羡慕他的技巧，结果着实是盯着人家的两条腿，留言直呼哎，这腿真绝，看着还挺白的，没什么赘肉，女生都羡慕。只能说每个人的喜欢跟欣赏的角度不同，作为公众人物的王一博也许颜值没有被 get 到，但是却凭借一身的才艺让人目了。反正我发现王一博最不起眼的就是他的颜值，其他的地方都被不同的人而吸引到了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